我今天带这一盒，虽然我的歌词藏在里面，但是我刚刚没有看。我的监听就好。大家有看到我今天带这一盒？哎呀，吹管掉下去。吹管。这里面都是我口水一张。在我安装它的时候，我们请熊哥大大来讲一个笑话好了。因为其实这是一个，算是这个团名由来，其实算是一个突发的企划。就之前有跟夏大大合作过，然后本来一直合作完之后，然后待会就看合作，后来因为有机会是想要继续团名，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团名由来，但17岁我们长出。不好再过了，我们站到17岁就要打起来。干嘛会火？会长。